朋友们，大家好。在新加坡啊，想吃肉吃爽，还真有一个地方啊，价格便宜，还很实惠。今天我跟朋友一起来吃啊，给大家看一看，20新币能让你吃到走不动路的烤肉。朋友们，今天给你们推荐的这家店呀，是自助韩国烤肉。他家的食物品种大概有几十种，各种肉，各种素菜。所以说你在这里呢，基本上可以吃到爽歪歪。鸡肉烤起来！哇，看啥？我来翻烤鸡肉。我这个水平有点不行啊，不专业。红红火火烤鸡肉，纯BBQ。然后这是。你可以无限点他家的这些料，有蒜泥、辣白菜，这边呢还给你准备了一个汤锅，你可以涮着吃，你也可以烤着吃，怎么样朋友们，非常棒吧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上面有他的店名，然后还有他所有的菜，你喜欢吃哪个呢，无限点啊，只要你能够吃的完啊，它上面也写了，如果你浪费了啊，每100克它收你20。所以人家提倡的自助，但是不要浪费啊。但是品种很多啊，能吃到爽。店内的环境呢，中规中矩，约几个朋友坐在这里一起吃点烤肉，聊聊天也是非常不错的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我频道的朋友，请点击订阅。我们明天见，拜拜。